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教各位说明十轮经中的第二品，就是十轮品。请各位将经翻开93页，93页，咱顶回讲到后壁，算倒过来第二段，种种烦恼疾病，即马看下面，发症发感，愤恨扰恼，常不思维真实正法，气正法微，机会善行，发笑所喜。所受喜乐滋味，咱讲到上面，为着咱的贪嗔痴因性甲咱破戒、犯戒，带来个足侪烦恼甲破病。那么何故会来惹上到遮的这个烦恼呢？因为咱发正发愿。什么叫做正法眼？缺就是欠缺，吼、哦！正法眼就是清净的法眼，就是佛心自得。这个法眼会当贴近正法，安尼叫做正法眼。换一句话讲，佛法就是正法啦。要正法分得清楚的人，安尼就是正法眼。今日你学佛、拜佛，对正法甲邪法分袂清楚，安尼你就是缺正法眼啦。正法听袂落，啊邪法爬起脚走，安尼你就是缺少一个正法眼。有正法眼的人，伊听经、听法足巧。你讲，伊行到倒位道场，听到倒位的法师咧讲经，伊听到人咧讲，伊马上随知影讲，哎、欸，这个法是正法，无正法。即款的人就是有正法眼的人。也你若有正法眼，有正确法眼的人，你了知无常，哦，实相微妙的正法，这你拢清楚。但是众生业重，伊袂当去体会佛心法要。是安怎？你无法度去体会佛心法要，因为你每一工为着生存，为着工作，为着你争我斗，所以失去了这个平衡心。你失去了这个重点，所以无法度去看清楚什么叫做正法。既然失去了这个平衡点，你就开始南是去这边，就是去这边啊！啊，所以就变成三生三，三生了心中就怀着恨、怒、怨叹、怨恨、不满，对于世间的一切，三生着怨恨。人若到怨恨心行起来，亲疏不分啊啦！所以这个亲疏不分，就是满腹的怨叹，满腹的烦恼。啊，这个烦恼呢，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宁呢。你看咱即卖人，伊内心不平衡，家己业重，无要好好做人。开始呢，看到人呢，看到人迄门口停一台好车、进口车，心情了。懊恼，甲放火烧，甲讲个玻璃破，是安怎？伊都无在条驶好车，看到人驶好车，伊嘛插目啊，对无？看到人呢，
迄乌多巴停几排呢？伊就共破气又共放火乌多，这就是失去了平衡点的人。伊对社会、对好家人、对人迄人吼，伊拢呢三心万分，互人内心内底呢，感觉伊就是一个恐怖的人物，因为伊的不安带来了甲咱无法度安宁啊。这就是呢，因为伊无有正法感，所以伊毋知因果，伊毋知世间是假，伊毋知你无拍拼、无认真、无脚踏实地，你的最后结果就是安尼。伊拢无要去承认，无要去认分，对所以不满啦。啊，若是安尼讲起来，心情真无好。的人，你叫伊来听经闻法来拜佛，伊拜会落袂？拜袂落。佛祖若是真正足灵感，你先保庇，互我赚大钱，先保庇，互我呢有钱通开，安尼我就要相信。各位，佛菩萨慈悲，护法神无慈悲哦，护法神是袂当互你安尼哦，所以你讲。你这个人拢无要修养，无礼貌，无礼数，你干那要来要求，何法神嘛袂当准你哦。咱爱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学佛、来听经，所以咱爱先转念，念头先转，爱思维，爱想。是安怎？咱今仔要来学佛，咱为着求真实法。咱为要来改变咱的人生，改变咱的理念，所以咱爱找找到不虚不坏不变的正法。只有正法，安尼才会让治好咱这个狂乱的心。你若是有恨心，你若有嫉妒心，你若怀着遐歹的心肠。只有佛法才会当把你的遮的这个恶心所改平复平衡。除了佛法以外，你爱用着足侪物质去囤咧伊这个贪心的欲害内底，那么你无法度呢去改治好伊这个病。那么佛教的道理是安怎叫做正法？因为正就是不邪嘛。佛法合理讲起来，你若今仔叫一个佛法，互你讲到变邪法，安尼你罪过，你敢知？佛法是佛开悟、体悟出来人生道理呢。伊是要嫌浅迷的人呢，毋是讲听你的佛法愈听煞愈迷，安尼哪对？正法就是呢，叫醒人，内心内底爱去悟境，所以故意。听经闻法，若讲愈听愈颠倒，愈听愈迷吼，安尼即个佛法就有问题咯。那么佛法本身有问题无？无问题，讲的人问题。正法若互邪人讲，会变邪法。啊，即款的问题呢，咱就可以知影讲，世尊伊所体会到的不可思议的真理，是。修行微妙的佛心、佛智、佛见，咱贪心、嗔恨心带动的众生，在咱这种贪嗔的心中，要去体会到佛的这个呢佛心妙理，确实无法度体会。每一天只有想啥？情爱、仇恨，只有干那想要发财，所以日日拢伫遐咧做白日梦，每一工拢伫遐咧做眠梦，日时做眠梦，你哪有法度通去听半句道理？你家讲道理好听，等于是啊听雷呢？伊听会落吗？无可能。所以讲起来。听经听会落的人，伊袂做毋对代志；经听袂落的人，这拢爱家打一个问号。
是安怎？你学佛学到安尼，你经听袂落，若讲着听经呢，你着呢紧走。啊，若讲着听经呢，哎，我听无啦。你有问题，你一定要点点点。所以你听到这个佛法，就亲像一面镜。啊，你照着这面镜呢，一定原形出现，原形会出现啦。所以你足惊去照着这个镜，照妖镜，你很怕。哦，因为你心中呢有妖魔鬼怪在作弄，所以你足惊听法啊。那亲像呢，我捌碰到迄个少年人，咱的信徒较中年。哦，哎，少年人，你介照顾拢无看，是啊，歹势哈，歹代志做先济，我唔敢看你哈。伊讲歹代志做先济，唔敢来看我，惊许我看到，对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家想讲咱这个佛法啊，正法，你若正法呢，你自然众生听到就会开悟。啊，唔对的人，伊嘛个知影，讲伊安尼唔对，吼、哦。啊，唔过为人呢，明知知影伊唔对呢，伊嘛改变过来啊。啊，伊改变过来呢，伊嘛过会来拜拜呢。这嘛是人的个性，嘛是足奇怪。伊个家己改变过，伊嘛是会来拜拜。所以我台北有一个信徒，顶日来因太太佮喊我伫只讲佮笑佮。因先生足古锥呢，因先生是咱的信徒，但是因先生呢，拢犯着这个呢外遇的，这外遇的毛病很重。啊，毋过呢，足奇怪，伊每一届呐去熟悉一个查某人，伊无偌久就把迄个查某人带来玩教室拜拜，啊，伊嘛带来找我呢。那来，我来讲，哦吼，啊！你今仔可以度一个众生啊呢？足够度众。因太太伊刚才喊我伫遐讲甲笑过，讲事啊，迄个干那你知尔，哦，干那你看有尔，迄别人拢看无。哎，伊无偌久，若来着，佫带一个无共款的查某人来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就甲介绍即阮师傅吼，啊，然后阮师傅做个讲经哦，啊，即经就背一通，安尼赶来转去。啊，我就甲因太太讲啊，你总是袂要紧啦，你就家己想较开个啊。啊，伊互伊去度众生好啊啦。啊，伊吼啊算还不错啦，伊即摆若碰到一个外遇吼，伊就搁带来遮拜拜，就搁来买一通录音带，赶一通录音带去送迄个走人听。后抓来，阁无共人哦。哦，伊阁要一通，所以各位，即种个人，你讲要叫伊改吗？我看四支灯也讲袂无，啊无要安怎改？对无？除非四支灯也哭落去，讲着改啊啦。啊，这实在是讲众生的可怜，就是可怜伫遮。即个众生的业家，真正实在是讲哦，无法度通去讲。改变伊的心性，原因就是无正法感啦。啊，你无正法感是安那？你经听下来，我嘛唔知影呢。这听这经，我感觉有解打问号呢。哦，啊，我嘛曾经甲叫来解分析一番呢。所以即卖呢还好，好啊，但那甲哭甲念，即卖呢有转去大领导，安尼嘛是慢慢啊念有效啦。啊，但是呢，咱确实讲诶，度众生有着足侪代志呢。有时候你会感觉讲，啊，这个问题呢，什么人拢无法度解决。毋过各位，我着常甲阮遮个少年徒弟讲，像即款代志，恁拢还阁袂当解决人个代志，还袂使插，只可以看，可以听。你无够迄个能力去甲插个即件代志。啊，是安怎？因这款代志我会当插，因为我爱看就一看就破。我一看一句话，我听好，解谁甲插甲谁烫过一排，所以我唔免讲，伊家己会讲了了。他自己会讲给我听，因为然后伊家己会讲出来，安尼你才有法度通去甲伊救。
所以世间足侪代志，有时候讲起来，要恰到好处的时阵，你才会当甲点破，唔是啥咧乱点乱点的，乱点喏，有当时啊，就会起烦恼。所以咱这佛法，要安怎去弘悟？当然，你心中爱有法味。你心中无法味，甲你讲几波嘛无路用，因为你心中无法味啊。呀，你若心中无法味呢？安尼，你会俗心作动。你规个心拢是啥？斗争。你的性较偏于爱欲，佮较偏于执着心，所以不耐他人。看到人咧行善，你的心中会生起恶见，会讥笑人，会诽谤人。所以，若是讲心中无正法的人，看到人咧做善事，拢会笑人讲傻瓜。连食菜嘛爱互伊骂，连人咧布施嘛爱互笑。伊拢认为讲即种的人呢，就是戆人。其实善戆人也毋知。你这款心中内底呢，缺少佛法喜乐的人，无迄个佛法喜乐的人，你要哪会知影人信佛拜佛、听经闻法的快乐伫啥物所在？个人个心情个快乐伫底，因为你无啊，所以你无法度去呢接受到这种个即个滋味。那么，请问各位，恁是深信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？你每一天拢用功，用功以外，佫会出来做义工。那呢？迄种的心情有啥物滋味？这种的滋味，一定要有深入佛法的人。有深入佛法的人，伊才会当呢得到这个法味。啊，你若讲，看到人咧拜佛也共笑，看到人咧布施也共讲一寡呢无营养的话，看一寡人来咧修，你拢看到心情无好，佫会共骂几句啊歹听话。那么这种人，伊的心中拢是互一寡种种的烦恼给砍掉咧，所以伊的心心拢种烦恼，伊的烦恼到甚物严重，可比亲像一粒芒啊！亲像一粒芒啊呢，迄粒芒啊呢，拄拄啊，家己覆掉嘞，家己砍掉嘞。因为你予这粒烦恼的芒啊砍嘞，你就失去智慧，你邪正就难分咯。当然，你袂当来接受正法，你会去接受邪法。到最后，你会去皈依外道，你袂来皈依正法，你会皈依外道。邪思去学习着邪论、邪知、邪见。那么你这外道，咱经中讲的，讲皈依六种外道邪思，迷失圣道，向三恶处。各位，这六种的外道就是咧讲印度律师外道。印度的这个律师外道嘛是足有名的哦，唔是讲无名哦。但是咱即摆伫遮咧讲的外道呢，嘛是有佛教的外道哦。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人，叫做外道哦。毋是讲你咧拜佛，你就无外道。诶，有个人拜佛、信佛，诶心吼足偏、足不安尼无正法。啊，若讲到吼，就批评佛教、批评佛祖。啊，若讲到咧，啊，你著咧拜佛啊，开。若讲到出家人，就安尼批评指教，安尼迄就是佛教的外道，迄就是心向外，伊袂赞叹佛教，伊拢是批评佛教。所以世间人的心虚不实，也因为呢无啥物成就，当然伊无法度静心落来反省啊。伊要哪会知影讲今仔日咱所接受到的即个苦果，就是精因不善，啊，佫毋知影通好忏悔的心，啊，佫毋知影通好向善，反倒转来，啊，佫要怨天尤人，毋听正法，
迷失圣道，所以致使行入到这个邪道，这拢会去做一挂非法的勾当，伤害到良心。每一工，只知影讲，伊要趁钱，伊无管啥物叫做道理，嘛无咧管伊啥物叫做因果。每一工，伊所做诶，拢是危害人性，也做一挂迫害社会，而且伦理道德，所以一步一步拢踏向着三恶道的处所。各位，是安怎众生会一步一步踏入着这个三恶道的处所？谁知个？足简单，翻头倒转来讲家己，自作聪明啦，铁器当家做啦，也送甲你着安尼邪见偏见。你都唔信邪，甲你讲啥，你都安尼特别的计较、变话骨，啊！若讲啥，你拢听袂落。好，你若即款的即个个性唔改，只好你若一步一步踏向着三恶道的处所去。今仔日你想来信外道，就是因为你的心性呢较偏。所以呢，你的心性偏，你当然你行的路就偏去啊。偏去了后，你的所作拢无正确。只要你无正确，安尼你就是家己制造你将来得要行的这条路。所以讲，祸福无门，就是家己自招。你无要唔肯好好，家己好好去认真做工课。你干那呢？爱钱，就要用你的气力去共抢。你呢，用想尽办法，就是要共害。所以，这种的人叫做残害不仁。残害不仁的人，当然，你每一天，你都爱行向着这个三恶道中去。迄天，有一个伊朗来的外国人。伊带咱台湾查囡仔，伊逐工拢出去外口共抢，抢到迄工，迄个警察用枪甲伊制服落来掠着。你敢知影可怜？因某甲因囝，安怎哭？安怎讲？着讲因翁袂去抢人，袂去做歹代志。迄时呢，警察抓唔着。所以各位，天下间偌济即款可怜，因先生去咧做即种代志，因某囝拢毋知。那么各位，世间事实在是讲不完的苦恼。那么这款邪见的人，伊所亲近的律师外道，是甚么款的这人？咱下一处再来甲各位说明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。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